真心话还是喝酒？真心话吧，我怀孕呢。哟，李恋欢，结婚七年了吧？说实话，你或者是你老公有没有过别人？精神上的也算。对，精神也算。我没有，我老公鬼知道。那你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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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喝，不干了，没问题，不干了。喂，许耀，你好死不死今天回来了啊？这几天死哪去了？我在旧手机里看到你群发的消息了，这不是回来给你送份子钱吗？你们今天是不是有聚会啊？林宁欢在不在？我要给他送东西。那个，你今天就别过来了，咱俩单约吧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千万别来啊！那我去找你。你这样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师兄，你这是我们高三七班同学聚会啊。你来干嘛呀？我找你们班那个跟我断绝关系的李念欢，可不可以？马上把地址发我啊，不然朋友没得。不是，喂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这于佳呀，你抱我，你再偏一点就抱我了。别耍赖啊！我的门啊，我来了。谁呀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哎，许耀啊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对对对，真有缘，在这都能遇到你。金兰啊，这不是我安排的。刚才许耀发短信说他要过来的，我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久不见，学长。看到你还活着，真替你高兴。怎么样？亲密互动还是喝酒？我喜欢喝酒。什么鬼学长？这离咱们学校那么近，出一跺脚，出来七八个学长呢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，那个江哥，你看咱们刚才就不作数了，好吧？对对对，你别喝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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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喝了。一定要让你幸福。你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那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聊一聊。你别过来。行，我知道我这么突然出现可能有点突兀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个我本来打算托李年欢送给你的，虽然我知道晚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喜欢。生日快乐。
30岁。我上次看到你从杂志上面把这个包的图片剪下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多少钱买的呀？哎呀，你别管多少钱了，喜欢最重要。假的？什么假的？我说这个包是假的。不是吧？这假的？我花了4000多块钱买的，那真的得多少钱啊？等到明年过生日，我给你买个真的，不管多贵我都买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不重要，每年你陪我过生日最重要。你是来搞造的吗？这是我欠你的。两清谁的血了？这破包现在几班啊？你良心值这点钱，但是买不了我的青春。以前是我拖累了你，现在飞黄腾达了，见我过得没你好，你有开心点？说话还要那么伤人吗？你俩一见面就吵架，没打起来吧？见过黄。干什么？我还要更招人。如果你要算人的话，于然，分手是你提的，你现在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给谁看呢？你的青春与青春，我的不需要。